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回来 Bosco Talk Show。 咁啊，今日咧就先同大家报告一下啦，我哋仲有两个星期时间，五月六号咧就会到我哋嘅呢一个特别嘅一个颁奖典礼啊，颁奖晚会。咁上一次咧就已经上一期已经讲过啦。咁我哋喺五月六号咧就会喺三藩市嘅同源会啊，喺 Stockton 街嘅同源会嘅旧址嗰度咧，就喺佢嘅礼堂嗰度就会摆设一个大型嘅一个颁奖典礼。咁呢次嘅頒獎典禮咧，我哋邀請咗好多僑界啦，好多華人裏面比較係有成就嘅一啲人咧。咁咧，我哋邀請咗佢過嚟就係、是做一啲儀式啦。咁就係頒發一啲係社區服務獎俾佢哋。咁就除咗頒獎之外咧，我哋仲會係有一啲特別嘅節目，就係、是、譬如一啲特別嘅講師啊，特別嘅成就人士咧，就會過嚟係分享一下。就同大家講解一下，譬如喺而家華人嘅社區裏面最想俾人哋，即係俾我哋大眾都最想知道嘅，譬如講點樣我哋保護自己啦，譬如講我哋點樣可以嚟到去開展一啲生意啦嚇、啊，譬如細緻到去開一個 daycare 嚇、啊，或者係點樣報税啊，點樣可以攞到一啲PPP 啊或者 ERC 啊嘅一啲 program 啦、啊，咁就可以攞幾千蚊啊咁樣。咁啊，令到我哋嘅生活上面咧都可以有一啲幫助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呢個講座裏面咧，就係、是、比較嚟講咧，會多人想嚟。咁所以如果要報名嘅話咧，我哋今個星期咧，我諗應該就已經係差唔多滿噶啦嘅人數。咁如果要報名嘅話咧，就請立即係打我哋嘅電話，跟住之後去同我哋工作人員咧就係、是、安排。咁夜晚嘅時間咧，亦都有小弟嘅一個即係現場嘅 talk show， 咁就同大家喺現場嗰度就做一啲訪問啦。咁就喺邀請一啲唔同嘅貴賓過嚟咧，就係、是、受我嘅訪問啦。咁就係現場咁樣去做我哋嘅呢一個大有淵源嘅節目。咁所以我好希望咧，能夠可以喺當時候當日咧，五月六號可以見到大家。如果係你真係冇辦法嚟唔到，或者攞唔到個位置，嚟唔到睇嘅話，唔緊要。希望你哋都能夠繼續鎖定喺我哋嘅電視每一個星期咧喺我哋嘅電視台咧，咁我哋會係將我哋嘅呢個內容咧，就會係當日嘅播放出嚟咧，喺翻我哋電視台呢度俾大家可以睇到。咁所以咁咧，就喺呢一個時間咧，我都想同你哋即係分享一下喺呢半年嚟啦。就是發生了什麼事在美國、啊、現在世界大事大家都知道了、戰爭就已經可以說一觸即發了。今天呢我就想轉轉話題講回健康、啊、講回、大有淵源裡面呢，其實我們最有淵源的就是譬如我們和中醫和我們的一些、中華文化裡面比較息息相關的一些東西呢，我就希望拿出來和我們、大部分的華人可以分享。咁我哋喺中医里边咧，就系、是、譬如我哋讲天食人以五气啊，风燥暑寒湿啊，地食人以五味啊，酸辛苦咸甘啊。我哋有天食人咧嘅意思，即系话如果当我哋一个人受到一啲外来嘅影响，身体发生咗一啲变化，都系以呢五气，即系风燥暑寒湿。如果是電視機旁邊識中醫的人就一定會知道了。我們在這COVID 我們講這三年來由一開始的時候呢，有很多人不明白去就是、因為我記得是 COVID 2020年冬天的時間開始的時候呢，就是以這個寒和濕呢為主的。它這個寒和濕呢就是令到很多的人呢就会处于在一种好不舒服，好困顿，好成个身体会痛会有一些风寒的症状这样。咁去到五六月的时候呢，咁我记得在譬如印度啊一些热带一些地方的时间呢就爆发了，譬如巴西啊这样就爆发了一些疫症。咁这个疫症的症状呢就是比较是来讲是热的。是即是令到那個人呢就是會突然間發燒啊，突然間上火啊，是實症咁樣。咁就會身體就出好多嗰啲蟲疹啊，或者出一啲疱疹啊，呢一類嘅嘢呢就是會令到你睇到個症狀係身體嘅一種火
係呈現咗出嚟。咁佢呢一個熱症同埋寒症咧係有唔同嘅，即係如果醫治上邊嚟講，當時候都已經講啦，即係譬如你食蓮花清瘟好啊，係嘛？定係食藿香正氣散好啊？佢係用咩方法嚇？用乜嘢嚟到去對症下藥？咁啊，冬天嘅時候會唔會就淨係得寒症就唔會有熱症咧？咁啊，未必嘅啊，所以因人而異。咁啊，喺中醫裏邊嚟講咧，判斷佢嘅呢個症狀咧係好緊要。咁經歷咗呢幾年嘅呢個症狀之後咧，兩年到啦，開始發展到咧佢COVID 喺最近呢一年咧出現嘅問題咧係寒包熱嘅一個問題。喺半年前到咧，我都感染咗 COVID， 我都感染咗呢個新冠。咁咧就當時候都緊張啦，因為第一次咁樣。咁但係感染咗之後咧，我開始發覺咧，佢同中華嘅醫理裏邊嘅呢一種寒包熱係好相似嘅。咁就睇得到咧，自己好似係寒，但係其實內裏咧又熱。咁寒包熱比起你嘅熱症或者寒症單純嘅，就會係嚟講會更加複雜啲，即係用藥嘅方面咧就會更加複雜啲。咁所以如果你用錯咗熱藥你又會有問題。你用錯咗純寒藥，佢又會有問題。佢嗰個寒熱咧，唔能夠可以即係佢一個寒熱交戰嘅時間咧，咁佢就會出更加大嘅問題。而佢呢一個情形咧，會減弱咗你身體裏邊某一啲機能，特別係肺嘅功能咧。咁佢呢個肺嘅功能咧，就會令到你缺氧啦，因為你吸收嘅氧氣唔夠啦，係嘛？咁你身體嘅整體情形都變虛咗啦。咁所以咧，就首先我哋要睇佢發生嘅情形時間段係點樣。咁啊，風燥暑裏邊咧，就如果喺我哋嘅 COVID 裏邊嚟睇咧，而家呢個時候即係春夏之際同埋秋冬之際兩個時期咧，都係病發嘅時間。喺呢一段時間咧，即係最近呢一兩個禮拜，就特別多朋友，我身邊特別多朋友咧。就得到一啲類似感染、類似 COVID， 但係有啲就唔係。咁佢哋同我講咧，就話佢哋硬係覺得唔舒服，有啲敏感啊，有啲痰啊，鼻敏感啊，有啲痰上頸啊，有啲發燒啊，有少少熱症嘅咁嘅情形。即係而家睇落去，我今次睇落去呢個兩個禮拜咧，就比較係單純啲啦，純粹啲啦咁樣。咁啊，風嘅症狀好重啊，因為呢段時間可能個天氣又變化得好快啦嚇。咁所以特別係喺灣區喺美國呢邊，佢嘅呢個風嘅情形特別重。仔咧啱啱就最近係唔係 COVID， 不過係一種呢種感冒嘅症狀。你有半年前佢試過 COVID 嘅嗰個時間咧，都係有呢一種發燒啦，有少少鼻涕啦嚇。咁今次佢冇流鼻涕，咁我哋亦都冇好緊張。佢去到發燒嘅時間咧，我哋一路摸一路睇，去到103度、104度咧。就覺得可能稍微比較危險啲啦，因為佢個熱咧係出唔到嚟，佢個熱咧睇住佢身體開始發熱發滾，但係佢身體嘅汗咧係出唔到嚟嘅。咁因為佢好細個，係仲係 BB 咁樣，咁所以西藥同埋中藥我都唔建議食啊，盡量都唔食。咁我用咩方法呢？就用飲水啊，咁啊大量嘅暖水。咁就如果佢係唔中意飲嘅，特別病咗佢又冇曬胃口，又唔想食咧。咁就一定要提高佢嘅味覺啦，加啲蘋果汁俾佢。嗰啲蘋果汁我就唔係去買嘅，啲蘋果汁咧我就去嗰個超市嗰度買啲蘋果，咁就用嗰啲 juicer 嗰啲榨汁機咁榨咗佢嚇。榨完咗之後咧，我就攞曬佢出嚟咧，就因為 juicer 佢係將嗰個渣同埋個汁係分開，咁啊汁就攞出嚟，跟完之後我就將佢放喺個煲裏邊就煲。
煲佢一陣間咧，咁佢滾咗啦，咁我然後我就將佢嗰啲渣就隔曬佢，然後我就將佢嗰個汁咧就留起佢啦。咁啊熱嘅時間咧，我就可以俾佢飲，啊自己都飲，我哋全家都飲。咁就凍咗咧，我就放咗喺冰箱，咁啊可以兩日咁樣。然之後我就得閒就俾佢飲，三餐都飲。咁呢一個係最好嘅一個補氣血嘅方法。喺 COVID 或者感冒嘅情形咧，呢個係好得最快。我當時候咧，醫生都叫我話，我嘅喉嚨痛症狀可能要食一啲antibiotic 啊嗰啲咁抗生素。咁但係我就冇選擇食，而我咧就去攞呢一個蘋果汁就飲，飲咗第二日咧就基本好翻啦。咁跟住咧就我會將一啲蔬菜，唔同嘅蔬菜啊，紅蘿蔔啊、菠菜啊，各種各樣嘅總之啊綠色嘅好、白色嘅好嘅蔬菜。蔬菜類我就全部就將佢煲埋一齊，番茄又有啊，咩都有，我加啲肉添，有時候咁我煲埋曬之後啦，咁佢啲湯好甜噶啦，咁我就攞佢攤凍啲咁啊，放喺攪拌機攪爛曬佢。洋葱一定要有嘅啊，有時候放翻兩粒蒜頭落去都應該。咁跟住咧就將呢啲咁嘅蔬菜咧全部打爛曬，咁我就熱嘅，當佢一種好似湯或者果汁咁樣去飲，咁就。唔好用嗰、那個啲鬼佬嘅方法，即係嗰啲 juicer 就凍嘅嗰啲生果啊、蔬菜啊嗰啲汁咧就去飲啊。咁咧就有啲人話：，蔬菜梗係新嘅、新鮮嘅，好似啲西人話齋，即係你煮咗咧就殺曬佢啲營養啦咁樣。我就唔相信呢一樣嘢嘅啊。自古我哋都係煮過先至係容易消化。你有好多嘅營養，你有100mg、1000mg、10000mg 嘅。營養落到個肚度，你個胃係冇能力吸收嘅話，你嗰啲營養都係垃圾，照咁排咗出去。而且你嘅脾胃一傷咗咧，你凍嘅話咧，你冇曬嗰個吸收嘅能力咧，你連去廁所嘅能力都冇，便秘幾日嘅話，你嘅病會更加嚴重。所以呢個咧就係中醫同西醫佢唔同嘅嗰個觀點與角度。邊一樣可以令到你健康咧？咁睇古人就知噶啦。睇而家實際真正嘅係學邊一樣嘢嘅人就知道，咁就西醫我唔係抨擊佢啊，不過咧就大家嘅觀點角度唔同。這個中國人自古中華嘅文化裏邊，我哋食嘅嘢係暖嘅、熱嘅，咁我哋將呢一啲蔬菜咧全部煮過曬佢啊，殺曬菌啊，分分鐘一啲菠菜啊。或者嗰啲叫做lettuce， 我哋而家鬼佬食嗰啲生菜嚇，嗰啲 woman lettuce， 成日都經常發現就係有嗰啲叫咩大腸桿菌啊。咁如果你一個唔好彩買到個包真係有嘅，你又唔煮佢嘅，咁就真係嚇空多吉少啦。咁所以煮咗佢係應該，我覺得應該要將即係要食嘅嘢全部加工曬佢。咁地食人咧，以五味啊，就酸、辛、苦、咸、甘。咩意思呢？即系地食人，即系话一个人，佢要令俾呢个大地咧，化解咗佢，消化咗佢，佢嘅生命开始冇咗咧。佢天咧就已经有一个咁嘅气喺度，可以令到一啲人或者呢度嘅生物系可以慢慢消灭嘅。而地咧，亦都有佢嘅一種方式，就係以啲五味嚟到去將呢啲人咧，就係慢慢慢慢咁樣去消失噶啦，令到啲人係冇曬佢自己嘅一個抵抗力。酸、辛、苦、鹹、甘，我哋基本嚟講每一日我哋食嘅，但係呢五味裏面，如果我哋過量咗，就會令到我哋生命咧就會缺失，或者我哋會唔平衡。咁所以咧喺我哋飲食裏面都一定要係小心，唔好太重嘅味道。但係唔冇味亦都唔得啊！喺五味裏面都必然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噶啦。而我哋嘅生活當中有呢五味，即係話你一餐飯裏面有呢五味嘅話咧，你係唔會咁容易飢餓，同埋你係唔會咁容易有病。呢五味都代表咗你嘅生理裏面嘅五行嘅循環。咁所以喺我哋飲食當中一定要均衡一定要係温和啲。
咁啊，將呢、這個我哋幾年嚟即係集合咗嘅學咗嘅呢啲，即係我哋生活當中啊嘅食療啦，啊同埋中醫嘅一啲理論，或者加埋西醫啊嘅一啲科學嘅一種啊令到自己健康嘅方法。因為你如果夠急嘅時候，西醫都係好有用嘅啊。所以咧喺呢個有問題嘅時間咧，一定要靠自己，一定必須要係靠自己嘅能力。而家如果你去排期，你去即係醫院咧，就排好長。特別喺今年咧，好似佢嗰個醫療制度咧就越嚟越差，因為做嘅人少咗啦，做工嘅人少咗啦，病嘅人多咗啊，大量大量咁樣病。今年病嘅人多到點樣咧？我好難去形容俾你哋聽。在電視機旁邊的你咧，或者或多或少都可能你或者身邊的朋友咧有少少問題。咁我而家咧就啱啱我哋自己最近身嘅，我身邊嘅就係、是、我公司嚇、有一個係幫我做工好多年嘅，都得到一個好嚴重嘅一個重症。重症咧係即係性命有關啦。咁好希望即係祈求上天啦，即係可以令到佢係可以平穩度過。咁就呢、這個係一種即係癌症嘅一種類別嘅一種病。呢種病咧就我可能就算醫好，都可能要好長嘅時間，好長手尾去恢復佢咁樣。咁而家我哋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去幫佢。咁呢段時間咧，病嘅人真係特別多。咁我喺特別喺呢半年嚇、可以睇到即係病嘅人，譬如係有我特別認識一啲即係比較年輕啲嘅女性啦。我年輕嘅意思咧，即係45歲以下嘅年輕女性咧，係佢嘅月經咧係出現好多問題。月經嘅問題咧係會導致到佢一路唔停嘅。是半年時間，可能是一路嗰個月經咧係冇停過咁樣，咁佢變咗即係流血不止啦，咁個身體變咗好虛弱，變到係個身體令到佢即係成身都冇曬力啦，咁其他嘅病亦都好容易，因為佢抵抗力差咗好多啦。咁就癌症，我就喺我身邊發生咗好多好多。如果大家都知道嘅話，我亦都訪問過啦，我哋嘅一個好兄弟。就是我哋以前有一個唱歌嘅組合啊，叫金城乜乜咁樣，咁就而家我哋都年紀開始大啦，咁樣少啲出去就係跳跳唱唱啊咁樣。咁就我哋嘅裏面有其中一位好兄弟咧，就係佢喺一年多前就患到呢個癌症。咁啊患咗之後，咁佢經過好多努力啦，就克服咗呢一個病呢、這個病痛。咁而家都仍然仲係處於喺一種唔係好穩定嘅時期，啊，仍然要好小心咁樣保護自己。咁所以亦都係好希望咧，祈求即係上天啊憐憫，就希望佢都能夠可以啊康復啊痊癒啊咁樣過平常人嘅生活。咁有好多嘅呢啲症狀咧，有或多或少咧，啲人都會估點解咧？係咪而家飲食咧？係咪而家嘅咩咩咧？我哋而家先唔好去追究啦，因為好多人都認為我係。反對某一樣嘢，反對疫苗或者反對唔知政府嘅咩政策咁樣，我就從來都唔係偏激嘅一個人啊，我亦都從來唔係反對疫苗嘅一個人。不過咧，我係會對有疑問嘅，我就會來提出嚟喺我哋有生之年咧，能夠講一句我哋自己應該講對得住我哋自己下一代嘅説話咧，我覺得係最值錢嘅。而家你就算俾我賣廣告，你話俾我幾多千蚊去攞我呢一集嘅節目，希望能夠去講一啲係唔能夠令到即係對得住自己忠實嘅良心嘅説話嘅話咧，我寧願唔要嘅。咁所以我哋無論去研究佢到底係
咩原因啊，我哋都唔好去追究啦。而家当我哋唔好去追究啦，系咩原因啦？但系我知道我哋而家嘅生活里边夹杂咗有一啲毒啊，呢啲毒咧就好似我哋生活里边嘅一啲毒素咁样。咁我哋要点样去解毒呢？即系可能要依靠我哋好多嘅方法啊。反而咧，如果我哋用譬如而家嘅一啲西方嘅，譬如营养啊，或者打针啊，或者用一啲类固醇啊。用一些抗生素啊，反而可能令到我们身体里面更加大的负荷，更加大的这个毒素，更加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用一个最天然的方法，将我们自己 生活上面的所有东西就排开了它，尽量不要去碰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如果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再多啲嘅知识，再了解一下用选择啲乜嘢嘅食物，喺屋企点样去烹饪嘅方法，点样去煮食嘅话，人家系辛苦啦。你话太辛苦啦，我求其点个外卖都系食饱啦。咁当然你可以系咁样，系嘛？你想点样选择你嘅人生都系可以嘅。咁所以你话冇所谓噶，我唔想去烦恼。我想去点个外卖就算啦，咁样亦都得，系嘛？利用好啲嘅方法嚟到去对待你自己，对待你家人，令到佢嗰个饮食可以健康啲，令到痛苦可以少啲。就算活得长唔长久，唔系一个最主要问题，系活嘅当中能够可以活出你嘅一种快乐。而家嘅呢个时代，你冇办法可以有一个中医可以咁样更新去帮你。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最好嘅就係用一啲食疗嘅方法取代。我食疗方面譬如有呢个叫做芹菜根 ,celery root, 佢芹菜根呢佢係一个圆形嘅咁样。芹菜根呢佢我哋煲瘦肉啊，后期咁煲水啊嚟飲啊，佢就已经有解毒同埋有呢个消炎嘅功效。就如果你嗰段時間，譬如牙肉痛啊，或者點樣啊，你有個肝有個炎症，咁佢一飲咧，基本嚟講咧，一兩日你就好翻曬啦。咁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嘢可以取代咗。咁如果識嘅話，咁你就可以去係嘛研究下佢咯，學下佢咯。咁我哋仲有一啲中醫嘅冇咁大影響，譬如我哋四神湯。四神湯咧，我通常會加埋生地、熟地。有任何的炎症，任何的濕熱的問題，任何的這些這樣的頭痛啊、虛症啊，只要加上生地熟地的四神湯，基本來說可以說萬事萬靈，即是什麼病都可以用得到。喝呢就基本一日最少要兩次，煲了它之後呢一日最少要喝兩大碗，兩大碗或者兩大杯這樣。咁呢個四神湯咧，譬如經期唔順啦，或者我頭先講嘅有癌症啊，或者我講嘅所有嘢，佢因為唔係好補，佢唔係好似雞湯咁樣。癌症如果你飲雞湯嘅話咧，可能就走得更加快。咁所以如果飲四神湯咧，佢起碼可以補虛，但係佢又唔會俾到你太多嘅呢啲咁嘅補嘅地方，令到你嘅癌症咧就出現問題。咁所以或者高血壓啦，或者膽固醇高啦。它可以同你清肝毒，其实可以讲基本萬事萬靈，糖尿病都得。咁如果即係你话搵咩中药啊，食乜嘢，我就係教人哋用四神汤就一样嘢，就基本嚟讲就已经可以得啦。咁希望大家即係喺呢一个咁嘅时期呢，我哋咁困难嘅疫情都捱过咗啦，咁都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保持呢个健康嘅身体啦。下一集再见。